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汉文。现在我们要走一个小 trail，这个 trail 的名字叫General Sherman Tree。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 trail， 在Sequoia National Park 里面。现在我们在这儿，这个 General Sherman 在这儿。下面其实也有一些停车场，但是这些停车场都是说。是在 summer 的时候是给那个就是 disabled parking， 然后在冬天的话是随便停的。General Sherman Tree 的这个 trail 看上去挺艰难，只有0.5迈，但是它好像爬坡也不低。这边感觉更潮湿一些啊，那个树上面它有这种苔藓。对，这边就是近距离观察这个 Sequoia。这个树芯都烧过了，都着过火，这都烧焦了都。烧焦了反而更硬。舍曼将军树是前面这棵大的，感觉走近了看着屏幕都装不下了啊。这样的事儿没，这边也是需要排队的啊。这棵树有2个世界纪录，一个是它的体积是最大的，再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分叉，也就是这个分叉也是世界上最大的。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一点儿，我当年来的时候，那些树上面可是没有这么多花活。这边它有很多那种介绍类型的景点，它都是像小迷宫一样。你有的时候你要不仔细的去走一走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。这个跟我一般高。那么今天的这个General Sherman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我们一共大概花了50分钟走完这个全程，就后半段有点小累，因为一直在爬楼梯。好，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